台长在研究行为心理学当中啊，曾经有一个体会，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着自己的一种习惯和理念，思维的理念形成的，而一个新的习惯的形成，它并要得到巩固，至少需要啊这个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动作和你的想法如果重复一个月以上，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和想法。你们大家想一想，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他都有一个习惯的，这个习惯就是造成了你能不能成功的今天。那么人生有三种难，但你只要学佛修心，养成做善事的习惯，你就能解决这三个难。第一个叫上天难，就是修行难的烦恼。修行要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要宽容人世，我们要常思己过，不去追究别人的是与非，你就离上天不远了。三难当中的第二难是人和人在末法时期的相处非常的难。学佛人上天不难，正在修，以戒为本，控制欲望，以宽容的心解决人与人的争斗，理解别人就会理解世界。希望每一个人能够解决人跟人相处难的问题，靠着自己慈悲的胸怀和宽广的包容心啊。第三难是忍辱难，学佛之后做人做事会变得不难，因为我们慈悲善良，我们诚心待人，懂得人间做事难，做人难，所以我们才要懂得学会忍辱不懈怠。所以一个人能够忍辱的人，他一定能够适合于任何环境的生存。一个人能够变得越来越能够慈悲，靠的也是忍辱的基础。希望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，在现代的社会当中，首先要学会忍辱，然后才能够精进。这就是六波罗蜜当中的忍辱精进啊。